好啦，今日带大家去香港现存唯一嘅泳棚，就系呢个西环嘅泳棚。咁咧，其实而家好鬼多人去打卡噶，星期六、星期日。咁啲楼梯咧又唔系安全啦，咁都认为好危险嘅。咁所以而家咧就封咗嘅，因为之前曾经发生咗意外嘅。咁消防署话呢个地方咧唔值得嚟，因为太多人要排好耐先可以打到卡。咁呢个泳棚咧系建于50多年前噶啦。咁初时咧就方便啲泳客咧系一个更衣嘅地方。咁而家咧已经成为香港仅存嘅最后一个泳棚。咁经常咧吸引一啲摄影爱好者嚟呢个西环泳棚睇日落同埋打卡嘅。咁我个人认为咧，其实真系好靓，你喺呢度打卡同埋睇日落。喺咗个坚尼地城站 C 出口，出咗出口之后向左转直行，会经过呢个树根墙，沿住树根墙一路行，向呢个域多利道一路行，行大概10至20分钟就会到达呢个泳棚嘅入口。呢度就系个树根墙啦。我哋继续沿呢个树根墙呢度直行，咁另一种方法咧，喺呢个坚尼地城站嘅 A 出口坐呢个54号、58号或者59号 van 仔，亦都可以去到呢个摩星岭嘅明爱赛马会嘅宿舍落车。反方向行，大约行700米就会到达呢个泳棚入口。咁沿路咧都系马路嚟嘅，其实。去到泳棚嗰度都系马路嚟嘅啫。大家留意我哋嘅右手边有两个牌，咁呢度就系个泳棚嘅入口。咁大家由呢度落去咧，大概行2分钟到就会到呢个泳棚嗰度啦。咁呢度咧，其實一個好多人喺度打卡嘅，咁亦都係去睇海景嘅好地方啦，同埋睇日落嘅絕佳地方嚟噶呢度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